刻伤了多少人？除了王爷说的那名尸体之外，是否还有其他人员伤亡，需要等核查完毕才能知晓。那具尸体？哪具尸体？在殿下之前，那批刺客还杀了一名军士。一名军士？哎，好好的，你脱衣服干嘛？陛下，现在是正冬，你让我穿这么透的衣服跟你们二位聊天吗？还不过来帮我。我啊，老王爷与殿下虽然是叔侄关系，但毕竟男女授受不亲，如果王爷不介意的话，不如让下官代劳替王爷更衣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有劳裴大人了，本宫先告辞了。王爷，下官得罪了。一个是冷血王爷，一个是白眉书生，这也太配了吧。可天下怎么办呢？更为难死我一个小宫女了。